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.2 风龙王 V2 技能曝光，满命城的坦纳维亚。 5.3 火系队友来了， 5.3 卡池曝光，仆人孙鹤有望复刻，离月混池安排出人意表，元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有关于 5.2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可以说是发生了大反转。本期就5月2日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2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了。就最新一版的消息来看， 5.2 卡池复刻角色也基本上确定，上半卡池除了新五星角色恰斯卡的登场外，陪跑复刻的五星角色是林尼，下半卡池复刻的五星角色则是水龙王纳维莱特和钟离这两位，钟离复刻丝毫不意外，水龙和林尼的插队还是挺出人意料的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5.3 上半卡池是五星火系大剑角色火神马威卡登场，下半卡池是五星冰系后台盾伏法器少女茜特拉利登场，复刻角色的话据说申鹤大概率登场。不过 5.3 作为海灯节版本，闲云仆人复刻的概率也不小。总的来说，从 5.0 卡池开始，角色复刻就已经没什么规律了，只能说是太自由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第二期离月混池据说也会开启。而说起第一期混池开启的时间，已经是在 4.5 版本，距离现在也过去了很长时间，这时候在 5.3 海灯节版本开启概率还是非常大的。至于混池的角色，目前看来七七、克勤、甘雨、白竹、萧基本上是稳了，就是不知道胡桃、叶兰、公子是否会入池了。钟离的话基本上和温迪一样无缘混池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改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元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恰斯卡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有关于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则是预计在11月8日日晚上的8点左右开启，以及300原石兑换码的奖励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5月2日卡池新角色 VR 技能改动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2 卡池新五星角色恰斯卡 VR 技能改动了，简单来说就是恰斯卡的生活天赋给了欧洛伦，恰斯卡的加速没了，其他方面基本上都是文本改动。两个角色现在来看的话是队友，整体来看恰斯卡设计挺有意思的，强度也不差，大世界飞行和染色都很好玩，就目前数值来看满命对单很强，就一个纳塔纳维亚对群就比较难受了。而说起后续5月2日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就最新网传的消息来看，也已经确定除了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和新陪跑四星角色欧洛伦外，钟离、水龙王纳维莱特、林尼也会复刻，也就是说申鹤、莱欧斯利以及之前提到的流浪者、仆人、温迪等角色也都不会在 5.2 卡池登场了，起码也得等到 5.3 卡池才能复刻了。至于后续的 5.3 卡池，则是双五星角色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登场。就目前两位角色网传的定位来看，火神不用多说，纳塔人权卡必抽角色，冰女是后台冰盾辅助角色，可以配合火系角色打融化，对于火神、仆人、胡桃等火系输出角色应该是有非常不错的提升的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